我们的核弹皮诺二打五超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一波流，真正的核弹，核弹要来了，各位观众眼睛不要眨，来了阿北我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Y 阿北。那今天呢是阿北这一服开服的第40天，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账号的一个强度。那基本上呢，现在都有机会可以打赢1000万的这个战力的玩家。那因为呢，最近我们的跨服赛、段位赛来到第三赛季了。那第三赛季呢，要出战两队的英雄，两队的这个武将也太多了吧？两队。那现在我遇到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的第二队没有主力输出，非常非常可怜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来把这个第二队的主力输出优先的培养出来。那我打算呢要来养我们的剑刃皮诺。那他强的地方呢就在于说他的这个点杀能力相当的不错。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办法把这剑刃皮诺给上到10星吧。 Go go 来了，这边来一个，其实我也可以去练那个白马但是太贵了啦，就是需要花到的这个费用太贵了，所以说呢就先练三系的就好，反正这个三系的强度呢也不差。来，什么菲利公主啊，我的天哪、啊、第一只就给菲利是怎样。那这边呢，这边的话就来个什么，好像比较需要少女温蒂了吧。我本来想说直接按就有了，也太爽。来，好事成，好事成，爽！咒灵波力耶，怎么菲利公主一直来啊？好事成，成爽！剑刃皮诺，剑刃皮诺，闹事哎！单抽好了，单抽。那现在我的那个剑刃皮诺啊，如果在第二队的话，就希望要有莫多了，因为莫多可以帮那个剑刃皮诺上点燃。那有没有上点燃效果的皮诺，整个强度呢也会差蛮多的。来，单抽出奇迹，奇迹在哪里？干，那么难，怎么这么难啊？剑刃皮诺也是非常非常难抽，对不对？没有这么容易啊！来，单抽出奇迹了，剑刃皮诺，剑刃皮诺的 skin 好像还蛮少的，对不对？气在来，出货，剑刃皮诺。哎，那我这样是不是就要来抽那个啊？就要来抽火属性了，是不是？应该不用啦，因为火属性我们要抽到的这个，哇，好飞哦！哇，今天是怎么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欸，糟糕了！我的气跑去哪里了？妈的，一大堆菲利公主是怎样啦？你看，太扯了吧！来。白雪游历，白雪游历，海螺公主啊，母女星帝，星帝，靠腰啦！啊，星帝是都跑去哪里？又要叫我除职？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没有除，我们就稍微的来除一下好了。那这一次呢，这个满月欢购的费用还蛮不错的。还蛮便宜的，还 CP 值还蛮高的啦。现在是世界品在吵架是不是？别为了我吵架，笑死！
不要突然吵架，害我那个舌头都打结了，我会紧张啊。来，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奖励给他领一下，每天都除33块啊，这样比较省。没钱除啊，没办法、啊，只能每天33块啊。来给他领起来。那这里呢，比较推荐来选择我们的武系自选卡。但是呢，这次的活动，基本上我们也要跟啦，我就是拿到这个就好了，因为我现在非常非常缺这个钻石，太缺了，钻石太缺了。我现在钻石只有15000哎，那等一下出那个活动怎么办？对不对？等一下出那个我们满月庆典里面的那个珍宝拍卖会，24号呢，应该就是要来购买我们的那个书了，童话书了。那需要非常大量的、非常大量的这个叫什么钻石，所以说呢，我们就节省一点吧。然后呢，就在刚刚，阿贝把这个实心的皮诺给生出来了，一共呢是花了105点的心灵积分，把这个剑刃皮诺换了3只，才把它给生出来。那么过程中呢，非常的精彩，但是我忘记开声音了，所以说全都白录了。超白痴，这个过程全都忘记开声音。好，那我为什么要赶快的来把这个剑刃皮诺给生出来呢？因为我们现在段位赛需要2个队伍。所以我们的第二队需要一个主力的输出。那至于说为什么会选择剑刃皮诺呢？最主要啊，就是未来他是可以跟我们的罗宾搭在一起，组一个基友团。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把这个剑刃皮诺给他上到死刑了。然后同时我们的潜能也直接给他开起来，那也一样要开到11阶啊。至于说羁绊要不要洗呢？感觉坑很大，我们第二队就加减练就好了，加减练就好了，我们主要还是在第一队啊。那我们把这个剑刃皮诺练出来之后呢，我觉得相当的不错，相当的不错。为什么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段位赛呢已经进步非常多了。之前呢我们大概啊都落在30名左右，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的排名来到了23名。没错，就是这么的厉害。为什么呢？为什么就练一个皮诺就可以爬了这么多名次，而且我们就快可以进到神之领域了。 V5 进到神之领域，听起来很屌对不对？很屌对不对？ OK，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近期的一个目标，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剑刃皮诺的这个阵容，很有特色。我把他的这个名字呢叫做什么？核弹皮诺。核弹哦，听起来很猛对不对？你们玩那个什么三战有听过什么核弹张飞对不对？还是什么核弹什么蛙哥的？核弹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伤害非常非常的恶心。来，我们现在就来带大家看一下。首先呢，我们这边对到一个公主的王子，我是越南的王子。OK， 我们第一队呢就顺利的打赢之后，我们第二队虽然败了，但是我们就是1比1平手的时候呢，比的是什么？比的是谁的这个谁的这个阵容当中存活下来的血量加起来最多。例如说我这五只都存活的话，那我就是这五只的血量加起来，然后跟他的这个，他第一队输了嘛，就是被我灭了嘛。那第二队的时候呢，他就看说他存在几只，那基本上呢，我只要干掉他一两只，我就稳赢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办到的。我们只上这个3只角色。
那这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小丑鸭，因为它是那个先手一速嘛，等于说它不用乘任何速度，它就是第一个放技能，所以我就给它一级就好了。一级呢，它就可以来帮我们放那个它的第一招连技，然后接着呢，就是让我们的那个谁，让我们的海乌苏拉疯狂被打，然后他不是会加那个 buff 吗？就可以全部加在我们的皮诺身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刚刚直接秒杀三个人，你没有看到吗？核弹皮诺啊！那这种玩法呢，你也可以套用在温蒂哦，也可以套用在一些打范围的啊、哦，像是那个刀锋刺客是不是那个水属性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上了这个连级，然后他就一直疯狂打我的这个海乌苏拉，那他就会上 buff 全部都叠到我们的这个皮诺身上。接着呢，一回合，砰，炸，直接把他三个炸死了。那运气是稍微比较不好一点啊，如果炸到这个白马，这个白马基本上也是要死啊，也是要死啊，非常非常狂，对不对？当然啦，这个玩法呢风险也是蛮大的，就怕被控嘛。被控的话呢，基本上就很难很难再打回来了。好，那我之后呢就会一直持续的把这个剑刃皮诺的这个星数往上的来做一个提升。那我第二队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哦，除非看以后有什么改变会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不过呢，因为要练五个人，这个资源真的太大了，真的太大了。那我这样子玩呢，我只要练一个人，只要练一个剑刃皮诺就好了，对不对？像这个海乌苏拉，我不用给他穿装备啊，也不用给他塞符文，也不用开那个什么，也不用开那个什么核心的潜能核心，也都不用开，就丢上去就对了。他被打一打，打一打，然后帮我们的皮诺加 buff， 然后呢，再直接核弹一波带走，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呢，继续集中养我们的第一队哦。好，再来。我们的核弹皮诺二打五超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一波流，真正的核弹，核弹要来了，各位观众眼睛不要眨，来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影片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希望啊对大家会有帮助，如果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感谢各位收看，我是阿贝，我们下期再见，拜拜。